过关方法有好多种，只要用最快的速度走去对面去揿晒嗰啲掣就啱啦。根本就系折磨，都唔系咩灵活体能嚟噶。我想讲粗口啊！而呢一种奥运选手都甘拜下风。呢一分咧就系咁啱，佢个波就打得抛物线好高啦，咁啱赖网过咗嚟，耻辱啊！敷衍我。我们与金牌的距离，今晚11点 ，Feel TV。